交接经验，能不能用这个最后典礼红毯最高潮，你在现场帮我们转一圈，展示一下？原来前后都美丽。哇哦！哇哦！我们是对出现活虾，真漂亮。今年我们三金都有成年的椅子了，因为包括今年的金曲的红毯上已经通过它了。今天晚上金又在今年典礼又有金了，先恭喜破亿了，好厉害！今天晚上是一种金钟红毯，你入围的是迷你剧情的女主角，你这样子身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吗？